这里面最强的是哪一个？最强的。Always. OK. 好。第二强的。OK. 那第三强的。哦，你助教，你已经给他们答案了吗？还在这里啊。哦 ，OK。OK。OK， 第四强的。Open。呀，好。第六强的，啊，第五强的。OK， 下一个。啊？对 ，occasionally， 念一遍。Yeah, occasionally。好，再下面强的。不对。对，好，再下面强的。对，好，那只剩下一个 never。OK， 是最不强的。好，助教把那个讲义放上去。讲义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是按照它的强度做了一个排序，那并且分为了三组。那第一个组当然是比较会发生的那样子的情况，就是 always、usually、frequently 跟 often 这样子的情况。那 always 是绝对的100%，那 usually 是85%， frequently 是75%， often 是70%。换句话说， frequently 跟 often 的差别没有太大。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中间的，就是 sometime 跟 occasionally， OK， 这样子。那 sometimes 就是50%，那 occasionally 是40%。那最右边的就是比较不会发生的，那就是 seldom、rarely 跟 never。那 seldom 是很少的，是25%，rarely 是10%，这样子就是。那 never 是绝对不会发生，就是0%这样子的情况。OK， 这是常见的我们用到的频率动词频率副词。OK， 好，那这样子的频率副词里面，它应该放在句子里面的什么样子的位置呢？它有在放在句子里面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意思。OK， 我们先放一般来讲都是放在句中的位置，但是放在句中的位置呢，会根据你的动词的特性而有所不同。Basically 呢，它是放在 be 动词的之后 ，OK， 它一定是放在 be 动词之后，所以是先 be 动词再加上频率副词 ，OK， 任何的 be 动词之后，不管它是现在式还是过去式，这样子它是放在 be 动词。之后 ，OK。譬如说 ，Sherry is usually nice to students. OK。Sherry 对学生通常都是很 nice 的，所以呢，它是 is usually nice 这样子，所以它是放在 is 之后这样子的情况。然后但是在一般动词的话，那是先有频率副词。再有一般动词，所以换句话说，它是放在一般动词之前 ，OK。他们譬如说，它是放在一般动词之前 ，They often make Sherry feel angry。他们常常让 Sherry 感到生气 ，OK。所以是放在 make 之前，因为 make 是一般动词，所以是放在 make 之前。They often make Sherry feel angry. OK， 那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有助动词的时候，它是放在助动词跟频率副词，然后是
是动词，一般的动词，所以它是在度动词跟这个一般动词中间这样子的的情况，所以是在助动词与跟一般动词的中间，就是 I don't always go shopping with Sandy， 所以呢是 do not， 然后跟 go 从中间你放一个 always， I don't always go shopping with Sandy， 这句话怎么翻译？对，我不总是 OK， 我不总是和 Sandy 一起 shopping OK， 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记得，假如是助动词有助动词的话，这频率副词是放在助动词跟一般动词中间。好，那频率副词也会放在句首的位置。那放在句首的位置呢，通常都是放在祈使句。什么叫做祈使句？好，我现在譬如说 stand up Jason， 对，这就是祈使句，就是等于是一个叫做我希望你站起来 OK， 那这个是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Jason 站起来了没？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Jason 站起来了没有？对，换句话说 Jason 原来是坐的，然后我叫Stand up, Jason， 就是我讲了这句话之后 ，Jason 才站起来啊。你们要懂得什么叫做祈使句，就是说我等于是一个命令的意思，就是 Stand up, Jason。所以这就是祈使句。好，那所以频率副词如果放在句首的时候，通常是在一个祈使句的状况。那譬如说。Always 如果放在句首的时候是肯定祈使句，然后后面要加原形动词 OK， Always 如果放在句首的时候是一个肯定的祈使句，那 后面要加的是原形动词 OK。 Always be a good girl Sandy， Always be a good girl Sandy， 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意思是说 Sandy 不是一个好女孩OK， 就是换句话说 Sandy 现在并不是一个好女孩，我要你去做一个好女孩， Always 永远做一个好女孩 OK。 好，另外就是never 的时候也放在句首的时候，后面也是要接原形动词 OK。 那这样子他是所以他做的是一个否定的祈使句，然后 Never be lazy to do your work Sandy，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 Sandy 是没有偷懒对对，现在你们懂得什么叫祈使句，就这个句话其实是像讲的意思说 Sandy 现在在偷懒，然后我去期望 Sandy 不要偷懒，所以 Never be lazy to do your work Sandy， 你不要偷懒这样子OK，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否定的句里面，然后的 never 跟 seldom 的时候，如果放在句首的话可以用来做加强语气的意思 OK。 它否定句那 never 跟 seldom 放在句首的时候是要做加强语气的意思 OK。 好， She is never on schedule OK， 如果我们把 never 放在前面的话 ，never is she on schedule 这句话对不对？用来做加强语气的话，这句话这样对不对？
不对啊，因为你那个意思要变成原形动词，所以 never be she on schedule， OK， 所以这里是不对的，应该是 never be she on schedule， OK， 因为 never 如果放在句首的时候是一个否定的祈使句的时候是要用原形动词，所以 never be she on schedule 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如果另外一个是 she seldom see movies， 那把它假设变成否定的的加强语气，就 seldom does she see movies， OK， 你就要用加一个助动词来强调这样子的那个东西，所以变成 seldom does she see movies， OK， 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如果否定句 never 和 seldom 放在句首的时候形成倒装句，自然来做加强语气，然后但是你要记得你要用的是原形动词。好，那另外一个可以放在句首加强语气的就是 sometimes， OK，Sometimes 也可以放在句首 ，OK， 这样子的情况。那这时候就不需要倒装句，就she sometimes make mistake，OK、okay?。那你放在句首就 sometimes she make mistake，OK、okay?。那频率副词也会放在句尾的位置 ，OK。那放在句尾的位置是那个 often，OK、okay?。它如果放在加了一个字 very 或 quite， 其实也是一种加强语气的时候呢，就是会放在句尾 ，OK？ often 如果用了一个very 或 quite 去修饰去做加强语气的时候，就要放在句尾这样子的情况。比如说 ，Sandy often help me in the ICCE， 或者 Sandy help me in the ICCE very often，OK？、Okay?Sandy often help me in the ICCE. Sandy help me in the ICCE very often. 这两句话的差别在哪里？对 ，OK， 这放在句尾的时候就是非常强调 Sandy 常常帮我。OK， 他换句话说就是他讲帮了很多的意思，这样子的意思就是 very often。OK，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OK，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放在句尾。好，那有些事情你要注意在频率副词。那频率副词还有一个 ever 跟 never， ever 是曾经， never 是从不，我刚刚已经讲的。那 ever 是用于在疑问句曾经， never 是用于在否定句， OK 这样子的情况。好，假设说 Sherry 曾经生气过吗？这句话怎么讲？Yeah, is Sherry ever? Does Sherry ever feel angry? Okay. Does Sherry ever feel angry? Okay. 那。好，那假设回答是 Sherry 从来没有生气过，那怎么讲 ？No, Sherry does never feel angry. 你再讲一遍。对，就是 No, Sherry never feel angry. 记得 never， 你因为这种词已经是已经具有这个否定意味了，所以你就不用再去否定它了。那你要否定再否定，就变成有了，就那样子的情况了。OK， 所以是 No, Sherry never feel angry. OK， 这样子啊。好，这里有这样子的例子。OK，
把 A 的最后两个例子翻译一下。OK， 所以球赛的话会说 play again 球赛应该算是一种 game， OK。OK， 这里要讲的是 never 用来否定句，那你句首你要回答是 no， 但是你不可以再用 on no 去回答，那用 not 去回答这样子的情况。那这里是 never 是用于在否定句 ，OK， 那句首已经有 no， 但是不可以再和 not 去连接这样子的情况 ，OK， 好。那 seldom 的话，也是具有否定意味的 ，OK， she is seldom angry， she is not seldom angry， OK， 就是错的，因为这样已经是否定的句子的时候，就不能再去否定它了，这样子的情况。好，请你们把讲义盖起来。